三个享受尊的祭典：孔子祭典、皇帝祭典，还有一个就是妈祖祭典。那妈祖祭典的道场就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。一张下去，对，我上了，不要，不要，新台币呢？不要，北京呢？不要。保佑你全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出入平安，大运开通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心想事成，吉祥如意。
路边找到有家己的祖公无？有啊！加油加油！你当家的要摩托。我们这边欣赏一下整个临江县城的一个风貌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往回走，走走走走啊，陪王陪王，安尼好来转啊！是啊是啊。啊，整个临江县。啊，无找无祖先啊！哦，这望大望，你看，这恁祖公的。我们周家是。啊？这是江家的吗？啊啊啊！是江家的吗？我们扫墓扫好了，要回去了。对对对对，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我们都是人。啊，是人的都过来。都是人的都过来，赶快。都过来，赶快。啊，你们不住进的都不是人，是人都来。不理想的这是素仪。就想打 call。给你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里。不要不要请。这就不难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叫人家呢，又不难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就不难了。来，各位先来这边看一下哈，六子科技啊，全程全部你好，后面的朋友也来看一下哈，六子科技啊，成功服务军。谁给他颁发的呀？大光本地，你好，我大光本地，颁发你这个特产品。马祖的观光是从83年之后才开始，可是一直到107年的时候，推蓝眼泪才正式把马祖提交出去。这个是传统的闽东式建筑哈，花岗岩、瓦片屋跟那个福州木哈，那这个压瓦石，这那瓦片都是做活动的，我们又称为会呼吸的房子。那每隔2年左右，它把全部的这个瓦片收掉。那你如果不收掉的话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早上起来会有天然的那个泥沙帮你做面膜。啊，吃饭的时候会有天然的胡椒粉，那撒下来。1、2、3，耶！来哦，是是是，来看呢、啊、看呢、啊，还是后面就，我已经到了，要含情脉脉哦。对，你这样也才对。快点，太不行。
我现在有主张，我现在有主张，有一人要同心，还有一人要同心，你同心就不成。我现在有主张，大陆那个啊，经济蓬勃发展，啊，破坏力那么强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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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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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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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有我乐逍遥。人海呀。南边来叫十波人靠靠的都有啊。啊，终于到了。老牛，我的老牛在前面。哇！看着他的出生地，大海的那个船只，招风耳啦，你看看啊、哦！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一张射击，来！安尼两个妈祖，一个 Q 版的，哎咪咪，好，快乐哦！好，谢谢啊！好，往那边走哈。走到底向右转哈。醉了嘞！醉了，真好啊！不醉不归。我醉了，因为我寂寞。我寂寞，谁来安慰我？你说真的？醉了就醉。我啤酒，我啤酒，啤了就醉呀！哎，干杯！稍微斜一点就可以拍到这个烽火三桥啊！把主角材料拿出来吧。呀。好。三个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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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
到北海道来了。不用搭船的，不用搭飞机的。哦，要去坑道。莫发光诶！哎，卖梦话的，练姐练姐的。我们没，你是好恶心啊，恶心巴巴的。来手感。阿弥陀，阿弥陀。阿弥陀，大浪滔滔，我不。哎呀！来看一下我们的宜兴院，以前呢叫最早叫宜宏院，为什么叫宜宏院呢？它是以青楼跟红楼文化为主题。现在我们一说到宜宏院，大家说小林真的带我们来逛窑子了。那跟大家讲哈，不是哈，宜宏院呢最早是出自我们《红楼梦》的，《红楼梦》里面宝玉哥哥在大观园里面住的地方呢，就叫宜宏院。石头会唱歌了，可是我们村里的网红啊，那这个北港村啊，每年都接待啊两三百万的游客。我们这个后面的这座山，君山上的石头啊，含铁量很高，轻轻的敲一下，可以发出很有节奏感的哆来咪发嗦拉西。很奇特哦。哎，人你安怎去嘞？你人你安怎去嘞？还是无人救我嘞？